么来之前不打个电话给我？我包了些饺子，我好无聊啊。这位是我岳母，改天再正式打招呼吧。因为爸最近感冒，还是改天再见吧。我知道，我都知道。院长您看了就会知道，这是亲子鉴定报告，顺德的女儿就是思兰。思兰是大女儿，太可怜了，没我这个妈害的，甚至还当了义子。周一至周五晚间6点，芙蓉阁之恋，东森戏剧台。